我觉得古堡这一罐就是姜萃草本的精华露洗发精，我觉得是我目前用到让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是家族有遗传性常容易偏头痛，然后又是对止痛药过敏的人，所以其实我吃东西都要很小心，然后我风大概一吹或者是头发几天没有洗比较湿，我就很容易就是头痛，然后头痛起来我甚至会痛到吐。然后我之前去看中医，然后医生就有跟我说，其实建议我就是用姜系列的一些洗剂去让我的身体就是温暖，把身体的寒气逼掉。但其实我很怕姜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生姜味道我会觉得好像不是很浪漫。但是我用到这一款，我觉得它是有花香味的姜洗发精，所以它洗的过程当中它也不会有很呛辣的姜味，但是它的那个味道却是很迷人的。然后我整个洗完之后再用吹风机吹，它的那个头发的那个跟头皮之间的那个温暖度，就是让我真的觉得很舒服。而且我大概持续用了姜洗发精用了一个礼拜以上，我真的有明显感觉到就是我的偏头痛的状况有改善。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姜的洗发精是我真的推荐给我身边朋友，就是因为像我们女生其实坐月子就是要用姜系列洗嘛，所以我会推荐给身边朋友就是很容易感冒或者是很容易偏头痛或者是身体很寒的人用。